各位善知识，药王，岂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是人于佛庄严而自庄严，这为如来坚所何丹？如来坚所何丹呢？就是前文所说的行如来事。你能了解前面的行如来事坚所何丹，也就会明白。但是这个坚所何丹，它有所表法，喝是背负，用拍了拍啊，拍的卡两片，记得两，它不能拍两个啊。所以这个喝在背上只有一个东西，这个一就是表示一圣实相啊。那么这个人能够读诵法华经，弘扬法华经，这个人就能体悟一圣实相之理啊。那么就是能够懂得诸法实相，求证一圣佛国，所以叫做为如来所喝，背上喝，就比方他能够体悟一圣实相之理，就是单于如来所喝，又为如来所担，担呢、就是挑的，用担哈、挑必定要前后有东西成一担，前后有东西成一担。刚才打嘴有两趟这趟没打呢，两趟必定是两个挑，必定是两个。那么这个挑用两个这是比喻，表现这个人呢，他就能够体悟全实之理有全巧方便的智慧，正道厚德之有能够体悟全方便之权，跟一圣实相的实有权智有实智由此体悟权实之理。肩有两个，一个人有两个肩膀，左肩右肩就是比方有权实二智，权实二智。那么挑东西一单，也就是比体悟这个权实之理那么由全实二智能够契合全实之理，才能体悟诸法实相的理体这样子就显示这个人他既然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就是一实相应那么由此如法修学菩萨道，而至于究竟成佛。所以说这个人就是为如来的坚所担背所喝，所以就是坚所喝担其随自方应随向离，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其指这个依法华经修行的人，能够体悟诸法实相，为如来坚所喝担的人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就向他的方向来尊重他应当随他所到的方向来礼拜他，尊重他那么你见到这个人，应当要专一起心，合掌恭敬那么还要供养加以尊重，还有赞叹。那么赞叹弘法的人呢，功德等于赞叹佛。供养就是花香银箩、木香、涂香、烧香、蒸盖床幡、衣服、肴餐，做出祭乐，人中上供而供养之，应持天宝而以善之，天上宝具应以奉献。这是列出这个各种的供品了。十种供养前面说过了，肴餐，肴是菜肴了，餐就是一餐的饮食就是应当把这个世间各种最好的饮食来供养他用饮乐来供养他，做出祭乐，就是饮乐供养。人中上供而供养之，他是人间的人那么就以人间最上的供养来供养他那么如果有天上的宝物，也可以应当拿到天上的宝物
来散在这个人的头上，来表示供养。那么这都是说平常人看到这个受持读诵奉诵弘扬法华经的人应当要这样子供养。不过这是对我们尊重佛法的这个立场讲，那么读诵弘扬法华的人呢，自己不能以为我应当接受这个供养啊，那么就自高自大啊。所以这个放网经里面说对于大圣法师能够弘扬佛法，那么请他说法，那么这个供养的限度最高啊，说到日食三两金而供养之，一天用三两金啊，就是以三两金的这个价值的东西，饮食衣服等等来供养他。这个莲池大师，明朝的四大师之一的这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注解智者大师的菩萨戒义书叫做发淫啊，菩萨戒义书发淫，他注解到这一句话呀，他说日食三两金而供养之，供养这个大圣法师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注解到这里，他下面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药啊是开给那个请罚的人吃的，开给请罚的人吃的，请说法的人吃的。那说法的人不能吃这个药，说法的人吃这个药啊太重了啊，恐怕要发生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因为太好了啊，分量太多了，如果是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不是办法啊。所以刚才这个文字也是开给那个请罚的人吃的，我们对于法的恭敬应当如此。但是如果你自己在读诵法华经，您自己在讲说法华经，你可不能说那你应当怎么样供养我啊，那就糟了啊，那吃错了药了啊。所以你不要听错了，听到这个话那你就多多供养送到我这边来，那我可吃不消，因为没有这个福德啊。那么也不能说是听到这个话就供养所有家产都搬来供养啊。那么这是只是说对法的尊重心，要有这种心，要有这种尊重心啊。那么受持法的人自己应当要有谦虚啊，要知足常乐的心，要少欲知足之心，可不能贪着这个供养啊。那么这都是说明啊，如果能随顺尊重恭敬说法师就是弘法的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啊，或者读诵法华经的人，都应当要这样子供养他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下面说出这个理由来。所以者何？所以要这样子尊重恭敬供养的原因何在呢？世人欢喜说法，须以文字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这个人，世人就是指能够读诵受持弘扬法华经的人啊，他喜欢，他心里欢喜呀，做这个弘法事业，说法度众生啊，自利利他。他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又能讲说给人间一般人听，那么听的人不说是听到全部了，就须臾最短的时间吧啊，须臾按照这个经论里面所说嘛，一天一夜呀，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啊有30个须臾啊，那么一个须臾啊就是不到1个小时啊。那么现在这个须臾是指最短时间，并不是固定多少长的几分钟几十分钟，就是说他短短的时间稍微听了一下子，听了一点点，他纵然是只听一座或者是只听了几句这个人听到法华经，如果升起信心啊，从此种下菩提心的善根，将来他就能够成佛呀。所以说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这个即不是随时，就是即此发心的功德，由此将来必定能够得到无上菩提，能够究竟无上菩提，有一定成佛。成佛法华
听到法华经没有不成佛的啊，所以方便品的句诵里面说啊，即手低头皆成佛道啊，那么就是入塔庙中一散乱心一称南无佛也要成佛道啊，那么一直发供养佛也成佛道，那么那既然如此嘛，他听到一句法华经一样是种下善根的，将来成佛啊。那么因为有这么殊胜的礼仪啊，所以希望这个对于这个读诵受持法华经的人应当要这样子来尊重他。上面就是心字下第二总名，总名说完了，到此为止也就是长文说完了啊，这个就是首道师的长文呢、啊、说完，后边是句诵啊，句诵有三段，第一讲劝自行利他，第二重诵别种两义，第三结叹经罪第一，有这三段文，重诵有这三段文。现在先说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讲劝自行利他，这是等于古曲颂啊、那么奖励劝导这个所有众生能够自行法华经依法修行，读诵受持啊，以讲说来利益众生。而是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句言，这是标诵，后边是颂文。若欲助佛道，成就自然智，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有两首颂啊，是这个讲劝自行化他。如果有人想要把心安住在无上菩提道的佛道上，简单说你想成佛，假如你想发菩提心成佛的话，要成就佛果上的自然智，成就自然智，自然智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根本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三叹奇哉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只是以烦恼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如果能够把烦恼妄想去掉的话，一切智、无私智、自然智都能证得啊。那么这个自然智啊，就是本有的啊，并不是说不修可以得到，而是说本来就有啊，人人都有本来有的这个智慧啊，这是根本智。你努力进修就能证到这个根本智慧，就是厚德智啊。由厚德智就是此觉智啊，此觉的智慧啊，启发慢慢修学到究竟成就，所以就能成就佛果上的自然智，简单说就能成佛。那么你想要成就佛果的话，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常常发心认真精勤去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帮助他成就他啊、那么应当自己也学习啊、其有欲极的一切种智慧，常当受持经啊、当受持世经并供养持者。如果有人希望赶快成就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慧就是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啊、这是月三智讲，声闻人的智慧叫做一切智，菩萨的智慧叫做道种智，佛果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一切是种，种智就是能够体悟诸法皆空的空理啊、那么能体悟诸法空，原生性空之理，那就是一切智，就是声闻的智慧啊。道种智，种是种类差别相，师出世间一切幻化种种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啊，都能成就无上菩提道的种子啊。那么能够了解这些千差万别的差别相的智慧，那叫做道种智，就是了解幻化的一切差假相，就是所谓假观成就的属地理，那么那就是菩萨道的道种智，心意叫做道相智，道相智有千差万别之相
那成就菩提道的菩萨道，他能够体悟到，所以叫做道相智。就义叫做道种智，种是种类，就是指这个相的种类，有世间的千差万别之相，了了分明。他能够明白这个千差万别的假相。那么不但是体悟空而已，能分别一切的所有的相，那就叫做道种智，就是菩萨有种智别智。这个道种智啊，也就是别智的分别一切法的智慧，了了明白。佛国这两种智慧圆满具足，没有缺少，所以叫做一切种智。一切智道种智同时具足，所以叫做一切种智。那么要赶快得到一切种智，就是成佛。如果有人想要赶快成佛，其有欲急的急，快的意思啊，不要看到生病啊，这个可不是生病啊。中文呢有好多字，字相同，意义不同，用途不同啊。那么如果是带在疾病的地方，那是生病。这里的急是快，急，速急，速急啊，速急就是很快啊。其有欲急的，欲就是期望，希望赶快成佛，赶快成佛，希望快一点成佛，证到一切种子。那么你应当要受持是这个《法华经》，前面一首偈颂是叫人要尊重读诵《法华经》的人，恭敬尊重他。这一首偈颂是说你自己应当要读诵《法华经》。您不想成佛，那没话说。假如你想将来要成佛，要成佛的话，那你应当就要受持这一部《法华经》，释经就是《法华经》。受持就包含读、诵、解说、书写五种法师都包含在里面，因为这里句诵啊为五个字所限，不能一个一个都标出来，标第一个受持，那么就包含后边四种的啊。那么您如果想要赶快成佛的话，您应当要受持读诵《法华经》，也要供养受持《法华经》的人，所以并供养持者，持受持的人，别人受持读诵《法华经》，讲说《法华经》，你也要供养尊重他啊，病是病疾，也要供养尊重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欲要佛法心，除非身战身啊，欲要佛法心，彼此同样弘扬《法华经》，无论在家出家，互相赞叹尊重啊。那么在家弟子护持佛法，出家众读诵《法华经》，弘扬佛的大法，那么彼此都为佛法来努力，那么这样子啊，世间就能够得到清净庄严，那么自然呢，所有的众生都会向往于菩萨道。这是第一段啊，就所谓讲劝自行利他，奖励劝导世间人修学《法华经》，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利益众生，自行利他。下面是重诵，重诵别种两义。重诵这个前面所说的长文里面所说的别义跟总义啊，那么文字就有两段，第一诵别名，第二诵总名。诵别名里面还是按照现世来世两段来分别来加以重诵啊，文字是比较简单一点。若有难受持妙法法经者，当知佛所持名念诸众生。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你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就是佛所使令他来做弘法事业，来住持佛的正法，弘扬《法华经》啊。所以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就是佛的使者啊，因为他怜悯哀念世间苦恼众生啊，所以出现世间呢来做弘法事业。诸有能受持妙法法经者，舍以清净土民众故生持啊。那么能够受持读诵弘扬法法经的人，前面说过，他是把自己已经证到的清净佛国的国土，他不住而来五浊世，怜悯众生的缘故啊，身在五浊世之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啊。当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能于此恶事广说无上法。应当要知道，这类的人
他能够弘扬法华经的人，他是自由自在，要升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升到什么地方。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人已经是来去自由啊，那是指真正有所证的人啊。我可不能啊、哦，你不要叫我来去自由，我就还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还是个凡夫，刚刚才学啊。那么这里是说，他如果是菩萨世间，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就弘扬法华经的，那么他怜悯众生生在人间来做弘扬佛法的事业，把自己的清净土舍掉而生在五浊世，那么这个人应当就是自在受益身呐、啊。他又生在人间，生在天上，生在什么世界都有自由来去的能力，我可不能啊，我是个凡夫初学啊。那么这是指的佛在世的时候能弘扬法华的人啊，那么受佛的指命到了灭度以后啊，弘扬正法出现世间啊，这个人他是自由来去的。禅宗祖师啊，有许多来去自由啊，来就是出世啊，出世怎么样自由我们不得而知，去自由这很难得啊。去自由有很特别的啊，你看这个禅宗祖师啊，如果是坐化坐在蒲团上啊，家扶而坐，推盘起来，说走就走啊，鼻子就没有风了，自由自在就走掉了啊。而且啊，过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年呢、啊、他这个身体还是很庄严的存在世间的啊，就是肉身菩萨坐着往生坐着气的，这很平常啊，很容易，好像这个禅宗祖师很容易啊。所以从前有个邓允峰禅师啊，邓允峰啊，邓允峰禅师他有神通啊，那么他要走的时候，要离开人间了、啊、要去世的时候啊，还问人呢 啊他说世间上我看一般老和尚啊，他坐着往生坐着去世的很多，有没有站着去的？他的侍者说有啊，有站着去的啊，躺着去的当然很多了，他说站着去的有没有啊？他说有，卡的妄想卡的啊，离开金刚了啊、哦、这种人有。他说有没有边走路边走的？他说也有，这个也有啊，我站出去的也有，边走路边走的也有。那他说有没有啊？头顶地脚朝天这样走的？说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我来做给你们看啊。所以这个邓颖峰禅师啊，他就啊把头对着地面啊，脚朝天啊，很奇怪的，他穿的这个海青啊，短袍啊，哦、啊，海青跟我们长衫一样，很奇怪的，他头对着地。脚底朝着天，可是他这个海星还是顺着他的身体，不会掉下来的，不会掉下来啊。我如果我们普通人嘛，你是这样子，这个衣服必定会掉下来啊，可是他不会，他衣服好跟这站住的情况一样顺住啊，头对着地啊，这个脚朝着天啊，再倒过来这样子就离开人间了。而且死掉了还不会倒下来，好像种好的这个竹子一样啊、哦、不会倒下来。他有个妹妹出家，是个比丘尼，那么就来看他，说啊，他的哥哥啊，离开人间死掉了，死掉可很奇怪啊，他是头对地啊，脚朝天呐、啊，这样子，客家话叫戏中坐，哦，点豆条戏中坐啊，这样子去了，没有看过的啊，那么他的妹妹来看他，来看他，他还是这样子，那个样子还没变呢，那么已经死了好久，他还是这脚朝天。那么他妹妹就来对他说，哥哥你呀、啊、在人间的时候都是弄些奇奇怪怪来作怪，现在死了还要作怪，我看算了吧，你不要再作怪了，往他的胸一叠，哎，倒下来了然后才活化啊、哦、这个很特别啊，这才是自在所欲生啊。不过这个历史上啊，这样子头朝地脚朝天而去世的人只有这一位啊，就这一位，历史上就这一位，我看是哪一位发心来学习做第二位哦，这最难的最难做的啊，最不容易的，什么都可以骗，死不能骗啊，不能像蔡伦呐、啊、做无底棺材啊、哦、蔡伦知道吗？汉朝做纸的，发明纸的那一位啊，蔡伦他因为要推销他的纸啊，他死掉烧纸就是由他来的，
他说烧纸啊，这个向这个阎罗王买回来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无底棺材啊。那么底没有啊，他躺在棺材里面疯掉啊，家人就在啼哭哭啼啼，天天烧纸啊，烧了几天下来啊，就里面就动了啊，那么就翻魂了，回过来了啊，那么棺材盖打开啊，他又活了，怎么活了呢？我烧了好多钱呢，向阎罗王买回来了，从此之后世间烧纸的就多了，所以人死掉啊，卡位的小作啊，哈，小金小作。就是从这样来的哈，那么意味着这么一烧，看能不能买回来。没有想到啊，你的棺材是有底的，蔡伦的棺材没有底啊，所以他能够回过来。那么一般人死掉啊，鼻子没有气了，鼻子没有气了啊。那么所以他们当然就死，真正死掉了，烧也是烧不样子啊，也买不回来了。实际上，阎罗王是不能用钱买啊，用钱买没有用。假如阎罗王用钱买可以的话，那不得了啊，那有钱的人都不会死哎。这就所谓自在啊，生自在没看到，死自在啊。古来的祖师多得很呐，说走就走啊。禅宗祖师还有更特别的，他有一位禅师啊，人家请他当住持，他不愿意去，他不要当，不要当，这是三番两次都要求。要求他不得已呀、啊，他只好答应了。他好好啊，我们去啊。他说你先走，先走，你走了我就再去啊。这个死者走了，他就坐在那儿还吃着饭呢，就往生了。你先走，你走了我就去。你走了他去，他是到藏几光去了，可没有去当住持。他有这个能力，说走就走啊。你看这个古代的祖师，他真是有功夫的啊。所以这就真正自在所欲生，这类人就是佛时令他来的，派遣他来做弘法事业以身作则。他这样子做，你看，那么众生得度的因缘就多了那么因此他能于此恶事广说无上法不一定要用口说啊，他用身说就够了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学到邓颖峰的那种功夫的话，你看度众多少啊？整个台湾都要度下来，2000万人恐怕都要得度啊！假如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么既然如此，这个人就是大菩萨，应当供养他了。应以天华像及天宝玉符，天上秒宝具供养说法长、说法者。那么这个人，你应当要发心供养他，用天上的花、天上的香，是天是指最好的啦。我们人间哪里去拿天上的？天人可以用天上的供养，我们人间的人说这个天花、天香，只是说最好的，人间最上最好的就是天上花、天上香，人间最好的拿来供养，即天宝衣服也是最好的宝物，最好的布幔之类。衣服是布幔之类，例如帘呐、彩呀、这个床幡啊，都是属于这个衣服类，可以拿来供养他。天上最微妙的宝器，确实很多很多宝聚集起来，拿来供养他供养说法者，所有的贡品都可以拿来供养说法者。各位听到这个话，可不要拿宝给我我宝没有地方放，我还害怕晚上睡不着觉，那麻烦了。这个宝供养啊，是供佛可以，供佛现在供在佛殿也不是办法啊。那么这只是说最尊贵的都可以供佛，在古代啊，佛堂里面那些宝物供养多得很啊，因为一般人都有因果观念，都懂得因果呀，谁也不敢去偷啊，除掉是不信佛的人或者是极恶人，可这种人少数又少数那么而且。古代呀、佛法正在兴盛的时候，护法也特别灵验这维多护法也特别灵验他能够护持这个大殿，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不一样哦，现在不一样。现在如果你拿宝放在这个佛殿里呀、恐怕不要等到晚上啊，白天就没了不但是宝啊，这大殿里面的大庆呐、人家都搬走铜佛像都搬走了那么出家人睡过中觉起来佛像没了但铜佛
所以现在你不要看到这个画，你就拿好多的宝物到了佛堂里去供养，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啊、哦。这只是说尊重应当怎么样尊重啊，那么要看情况。那么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啊，你必定要会运用啊，不懂得用途啊，有的时候会出了问题的。例如说啊，要做佛像来供养啊，那么做像的功德多大，那听到这个像的啊，用佛像来供养，那送人功德很大，那你就尽量印了好多好多佛像啊，都送到这个各地方去送啊，还是放在车站里呀、啊？人家不把它看作佛像哎，他拿去垫坐，你怎么办啊？那不就做罪过了吗？所以需要的时候你给他有功德，他并不需要你给他是糟蹋啊、那反而有罪过。所以看情况。这个供品只是说最上的尚且该拿来供养，何况是其他呢？那么这是只是列出这个各种最上的供品啊、能够做到可以的话，都不妨拿来供养。这是对于尊重法宝尊重受持的人是这样子说啊、那么并不是一定要完全照做，能做到的也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做啊？是不是可以供养啊？那么可以供养，能够增长福德，不会使众生造业，那就可以啊。其次，送来世，前面是送现世，是指佛在世的时候的事啊。无灭后恶世，无也是我啊，这是佛自称，说我灭度以后，佛入灭以后，五诸恶世就是正法、相法，尤其末法时代。斗争坚固，能持四法四经者，能够受持这一部法法经的人，当合掌礼敬，应当要合掌礼拜他，尊敬他啊、如供养世尊，世尊就佛啊、好像供养佛一样的，这样子来供养他。上参众干眉及种种衣服供养是佛之，因为他是个凡夫，是个人的话，他也一样要饮食就不妨拿这个世间上最上的饮食啊来供养他，就上餐种种甘梅最好吃的饮食啊，这吃的东西来供养这个说法师啊，及种种衣服，就是衣服供养，因为这个世事供养饮食衣服恶具汤药啊，那么供养这个佛子，佛子就指这个依法法经修学的人，弘扬法法经的人啊。记得须疑问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供养啊？希望他记，就是希望，希望，希望他能够讲说法法经啊。我们如果就是没有时间听了一点也好啊，须疑指最短的时间，能够听全部当然是最好。若呢于后世受持世经者，我前在人中心亦如来是啊。如果能够在末法之师啊受持这部法法经，那么这就是佛派遣他，使令他来在人间呢行于如来之事，就是前面的行如来事啊，弘扬佛法，按照佛的规定啊去做弘法事业，叫做行于如来事。下面第二送总名，前面是送别名说完啊。若于一劫中常怀不善心，作色而骂佛，或无量重罪，这前面常文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人最长的时间一劫，一劫假定大劫是成竹排宫一遍，中劫是一个城，或者是中劫就是二十个小劫，或者是一个小劫，时间就够长了啊、那么长的时间天天心怀着不好的心啊、来骂佛，那么得到的罪过是无量无边的，或就是得无量重罪。作色而骂佛啊，什么叫做作色啊？你看这个骂人的时候他必定要发脾气啊，一个人脾气发起来，你看看他的脸好看吗？啊，要骂人的时候的脸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啊，脸红脖子粗啊，脸是气的通红的，脖子粗起来哦，那么由此啊这个民都气哦啊了
面就起乌啊，一休息了面就乌啊。那么一生气啊，他脸相都要变，色指他的颜色，颜色颜面的颜色都要变了啊。所以人如果发起脾气来，那个脸都不好看的啊。最好发脾气的时候照照镜子，看那边什么样子，看什么样子就知道了。作色，作色你就会明白啊，什么叫做作色啊？就这个骂的时候那个样子是必定很难看，不好看啊。那么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脸红脖子粗啊，气得不像样子啊，咬牙切齿，像这个古人呢，说的这个武将武士啊，他生气的时候咬牙切齿，牙齿都撅碎了，那么严重啊。那么这就是作色，作色啊。那么这么严重的表态来骂佛，这个罪过必定很大呀，所以祸无量重罪，得到无量重罪。那么骂佛的罪必定很重，可是如果诽谤修持的人，罪过比这个还要更重。所以说，其有读诵持是法法经者，须臾加恶言，其罪弗过彼。如果有人读诵受持法法经，弘扬法法经，这个人，那么恶人如果是短短的时间，须臾以恶言来诽谤他啊，这个罪过比一劫常时骂佛的罪过还要重。比指佛，比前面的那首颂说以一劫作色骂佛的这个罪过比这个还要重，这已经是无量重罪啊！诽谤修持的人罪过更重。有人求佛道而于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与无数俱赞，由是赞佛故，得无量功德。上下文是说顺啊，顺的身福啊，随顺帮助供养读诵法华经的人福德就很大。那么这一首句颂，这六句句颂啊，前面长文里面倒没有，这里说的比较清楚。如果有人想要求无上佛道，以一劫，前面是一劫骂佛，现在有一劫那么长的时间，合掌在佛前，我佛自称，站在佛前来赞叹佛，以无数量那么多的句颂来赞叹佛，因为他这样赞叹佛的缘故啊，得无量功德，所得的功德必定是无量无边呐。这是前面是反面的，这是正面的啊。那么这段文字前面长文没有啊，这里就是对着前面的反面的文字啊来说这个正面的功德。这个赞佛的功德很大，可是叹没持经者，其福福过彼。假如你赞叹，说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没是好啊，赞好啊，随喜功德，看到有人读诵法华经啊，功德无量，你这么发心功德无量啊，赞叹他，说一句好话就随喜功德。那么只说这一句随喜功德的话呀，其福福过彼，这个福德比赞佛的功德还要超过彼，比前面一首颂赞佛的功德。赞叹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这个福德比赞佛的功德还大，因为佛是八风吹不动啊，你赞叹他，佛还是如如不动啊。那么因此你赞叹他，佛也没有说特别欢喜，也没有什么得到特殊的利益，他本来还是如此。可是你赞叹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凡夫啊，他生欢喜心，他会勇猛精进，他会努力进修，他说法说得更是起劲儿，说得更好啊，那么听众得到利益更多。所以赞叹修行的人，弘法的人的功德就更大了啊，别人不要说了，你就说我了，假如你我落网哈啊，法师讲好讲啊，我一定很高兴啊啊，我就说的会越讲越好啊，因为人家都说我仅仅高杠哦。假如你说那算什么，很平常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这个话我听不高兴了，我不没什么了不起，那好了，我就不要讲了懈怠心就升起了那么退失道心，那就罪过了所以如果你赞叹他他会生欢喜心，他要努力勇猛精进
不过你不要听错了，真的大家就站起来赞叹我啊，那就麻烦了啊。这是举例啊。那么如果你赞叹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啊，弘扬法华经的人，那你赞叹他，这个功德比赞佛还要大啊，因为是多人的利益，多大的利益啊。下面就说出这个利益来了啊。以八十亿劫，以最妙色声及以香味处供养持净者，如是供养仪，若得虚闻，则应自心清，我今获大利。因为你赞叹他，供养他，他就发心说法呀，那你得到的利益就大了，使众生都能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八十亿劫时间最长啊，以最妙的这个五足五尘境啊，五尘境啊，色尘啊，色境、声境啊，香味触，这是五根对五尘呐、啊，最好的声音就是音乐供养，最好的颜色啊，就是例如这个床盘宝盖等啊，最好的香就是花香供养等，最好的味，那就是饮食上餐啊。错就是坐具之类啊，卧具之类的供养啊。那么以这些五尘境，也就是等于是世间的最妙的最好的五尘境啊，来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这样子供养之后啊，如果使这个说法的人生欢喜心，他愿意说法给你听啊，你只有短短的时间听到法华经啊，那你就应当升起自己心性，自己的心啊，我今听到法华经啊，得到很大的利益，或就得得到听到一句法华经，你就生欢喜心啊，得到广大的利益啊。因为法华经啊很难闻到，很不容易听到啊，所以如果你能听到的话，所得的利益是非常广大的。那么上面就是第二重诵前面的总编两种的说明。最后一首句诵总结上文啊，皆叹经最第一，总结赞叹这一部法华经最殊胜最第一啊。药王金告如，我所说诸经，而于此经中法华最第一。释迦牟尼佛说到这里，他对药王菩萨说，我说法四十几年来，法华经最起码是佛成佛以后第四十二三年以后才讲嘛，讲到这里恐怕四十四五年了啊、那么对药王菩萨说，我现在对你说金告如你啊，如就是你，我现在跟你说啊，我佛自称所说诸经，就是成佛以后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法，声闻的经律不说，菩萨道的经论、大乘佛法，在一切经当中，而以此经中，此经就是指四十一年所说的所有的法门当中，一切经典当中，法华最第一。今天在灵山会上所说的法华经最殊胜、最第一，为什么？因为这部经啊，就是彻底显示诸法实相。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啊、那么后边还开记显本，说佛久远成佛的事迹，这些道理过去四十一年来不曾讲过，这是第一次说的，真是得未曾有。所以啊说法华经是最第一最殊胜了啊、那么佛说法无论在哪一个法门呢、都会赞叹当时所说的法门的殊胜啊、那么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弘扬佛法的流通弘扬方面呢、它必定是要说好啊、不说好弘扬不出去啊，说好啊才能弘扬啊。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一段文，物质下第一段文说完了，下面是第二物质下第二，叹眉所持之法
即是通经方轨。前面第一段我们说完，后边是赞叹，没就是好，赞叹你所受持的法。前面越人赞叹，后边是越法赞叹，这也就承接前面一首偈颂法法最低一而来，法法就是所受持的法了。这个法为什么最低一？下文就一一加以说明了。所以赞叹啊，叹没所持之法，你所受持的法法经这个法啊，怎么样子美好啊？最低一的原因在哪里？下文就一一加以说出来，同时还说明要弘扬法法经的方法、轨道、轨呀，就是规则啊，规则、仪则、方式啊，怎么样子才能够弘扬法法经？后边就说出这个方法，入如来师，作如来衣，做法空作，具备这三条件，就能够弘扬法法经。所以要弘扬法法经，后边经文说要入如来师，要做如来衣，做如来作，慈悲是事啊，忍辱是衣啊。法空是做啊，有慈悲心，有忍辱心，有法能悟法空之理，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够弘扬法法经。算起来要弘扬法法经也不是那么简单哦，那么要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啊，反复都是学得到做得到的，慢慢学习人人都能啊。那么先赞叹这部经的殊胜，叹没所持之法啊，那么因为时间到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